呢是黑色 U 型背心，我觉得蛮美的，因为后面是 U 型的。我居然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，好浪费我的钱了，居然买了一模一样的。不过没有关系啦，就当做在家里穿是可以的，因为呢它的这个有海绵的，然后不需要再穿内衣了。然后而且呢，我在家习惯呢都不穿内衣了。女生不穿内衣是什么体验？一个字爽。因为我内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是很束缚的东西，所以呢不喜欢穿内衣，所以我觉得值得买。这个是第二件啦，我这个也是后面也是有些，因为我喜欢后面这个皱褶的设计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宴会的时候穿的吧，所以我都没有穿。这是第三件啦，我觉得这件不错，因为它是木耳的，这边我喜欢它这个木耳的设计，蛮美的，它的皱褶，然后它这个下面也是有皱褶的，我觉得不错。你看它一直要掉，很帅，可要改一下这个带，我现在很容易掉这样子，可能这个坏处哎，不过我觉得是不错，因为你看它这是木耳设计，然后还有这件，这件我是觉得不错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是木耳设计的，我蛮喜欢的。不过你们看得出吗？这个木耳设计。然后呢，它也是可以当做这样一只脸穿的，只是我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啊，这个网的地方有点刺刺的感觉啊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是可以拆掉，然后只是穿这个这件皱褶的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是如果说我是不会拆，因为我觉得会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这件不错，因为这个是有这个木耳设计，只是我不喜欢这个网，有点刺刺。然后这件呢是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呢还是木耳设计的。这边我想买很多这种木耳设计的衣服，因为我是很喜欢它。然后呢，我之前要买白色的这件，可是已经没有了，然后所以我只好买黄色了。黄色也只剩下最后一件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也是很喜欢小米的这个设计，这件小翠花的，小翠花蓝色的白底的背心，它这里是蕾丝的，这边一个小蝶结，不懂看不清楚啊，这还是太亮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买了这件蕾丝的外套，然后配上这个背心，我觉得蛮美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外套，这个也是一个外套，黑色的外套。然后我觉得不错，这个外套，我这个如果是买蛮贵的吧，这个是它的布蛮好的，是一个时装外套，这样我觉得不错的。专业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外套。接下来呢，这件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衣服，其实之前我已经有买过了，是一整套的，跟裙子一起的。因为之前我穿的那件它已经落色了，所以我就不再重新买。因为我喜欢后面这个木耳的设计，看起来好像很可爱一样，所以我又再重新买一件来配我那件棉裙。不过我之前的那件已经穿到有点落色了。这件呢也是不错，是它这里的设计是网的设计，这样子背后是它是属于圆裙这样的，去宴会的时候呢可以穿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它的布滑也是很不错，蛮厚很滑。喜欢的话你们也是可以去淘宝找看看有吗。还有这件呢，也是黑色的，也是这里是木耳设计的。我发现我的衣服都是黑色和白色，因为我觉得黑色和白色都不会过时，而且我的衣服黑色白色是有不缺失，不错，滑滑的，实诚的。然后它的裙也是很美，是圆裙的，可是它旁边有里面你要穿一个背心哦，因为它旁边这边有可能你手抬起来的时候这边会走光，所以最好一定要穿一个黑色背心就 OK 了。所以我觉得不错，这件是可以买的哦。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件的布质也是蛮不错，它是丝绸滑布的，然后它是属于一字领的，这个很像那时候
是我本来是打算要新年的时候穿，可是我是没有穿，我觉得不错，因为我不只是在淘宝买到，我在云顶的 outlet 啊也是有买衣服，买很多衣服，所以啊有很多淘宝衣服都有穿到。它的裙子的设计，皱褶的设计，我在那里跳舞，噔噔。接下来就是这样东西啦，之前抖音很流行的啊，看到可爱的话我就买了。然后它是戴在这个头上，它是这样子戴，它是这样戴，戴错了，啊就这样，可爱吗？哎呀，我戴应该不可爱，小孩子戴上比较可爱吧。我变得老可爱了，哈哈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双鞋子啦，叫它的店名呢叫浅梦浅音。然后我橱里面唯一一双淘宝的一双鞋子咯，因为我的鞋子都是在 Indic Outlet 或者是其他 Outlet 买的，都是 Vinci 跟 Nike 的牌子啦，通常买的。我是穿来穿去就是只有那一双，然后我其他买鞋子都很少穿的，都是锁在橱里。因为我觉得蛮美的这个鞋子，它的那个包装不错啦，然后它还有送这个粘在脚跟的，因为它怕我的脚会磨损吧。然后还有这个香包，就鞋子才会香香的。还有这个鞋垫，我觉得不错，鞋垫。所以他之前店的鞋子都很美，不过我只是买双啦。最满意的呢就是那个木瑜伽，因为那个是最实用，还有一个是瑜伽垫，因为那个是最美而且很漂亮，价钱也不便宜，可是我也是买了，因为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。虽然有些物品看起来很像不贵，可是呢全部加起来就不便宜了，尤其是加上运费。我还记得上次我买了一个白杠垃圾桶，我看了很便宜，可是加上运费，哇，超贵的，比这里的店卖的还要贵，就晕倒。所以以后买东西真的是要算上运费，不然真的是不便宜。我还买了重复买了多一样东西，是我最懊恼的，就是这件衣服。既然忘记我之前已经有买过这件衣服，而且也是没有穿过，两件一模一样。哎，算了，淘宝开箱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接下来以后会拍一些鬼故事系列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